陆老师，你看我都瘦了115斤了，然后肚子还是这么大，是不是整点仰卧起坐、啊？还仰卧起坐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用这种方法减肚子，不仅减不了肚子，还容易伤着你的腰。那怎么整啊？我这简单啊，跟我做一套高效燃脂动作，带你暴瘦全身。走，走。走学会了吗？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哦。